會長我啊，真係。Hello， 大家好嘛？你哋第一屆冇參加比賽贏咗，我唔會參加第二屆。雖然我輸咗，但係跟住我就去咗電台。唔係啊，我想睇。吉立前我因學嘢嗰啲咩芝麻。佢哋兩個話當年佢哋好 friend 噶，不過咁啊，因為啱啱咁啊講到咧，就係 Joy 聽話我哋咧就係擔任咗評判啦，咁啊，咁啊 Joy 聽啱啱就聽咗就係冠啊季軍同埋原創歌曲啦。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個嗰啲佢哋 band show 今年佢哋嗰個水準啊感覺如何咧？我覺得今年咧，其實我喺下邊睇咧，真係唔似一個比賽啦，因為其實似一個 concert， 因為隊隊都係好即係好。好專業啊！大家覺唔覺得？有冇睇下先？有啊，係啊。我覺得係啦，嚟緊真係學你話齋，出年真係唔知邊個嚟報名啦，真係。唔係，我覺得真係好緊張，我即刻。完全唔知道佢哋會玩乜。同埋技術可以去到咁犀利，係啊！我記得最啱啱喺講嘅時候咧，就係話哇，喺完全唔似一個咧係 band show， 好似一個 performance， 好似個表演咁啊！係啊，咁都係你，我記得你喺台上面嘅讚賞咧，喺台下面讚賞咧，有啲嘅歌手咧。我已經唔住叫你歌手 ，sorry。係啊，係啊，你真係歌手冇分別㗎啦，咁樣佢哋都係呢個得到嘅，即係獎項啦，咁啊。咁啊，通常咧 band 都係要 set up 少少嘢嘅，咁但係咧同事之間咧，不如咁啦，作為第一位嘅嘉賓，我哋俾啲熱烈掌聲歡迎，真係多謝我哋。張如哥話我哋咧成個下午咧就係摸咁耐手啊嚇，得唔得？係啊，租兒仔嗰支吉他未有 mon 嘅。租兒仔支吉他，唔係你嗌租兒仔冇人知嘅喎。食咗三粒未啊？唔係 ，OK， 而家咧。慢慢。好唔 OK？ 夠唔夠聲啊？
就是遥遥唱歌我的算我哋姜涛嘅，好红色跑车，冇办法啦，多谢你哋。点啊？我练咗成日噶咯，咁都仲次次见到你都嚟嘅。
中唔中意啊？我本來諗今晚全部唔唱自己啲歌噶嘛，即係唔唱係咯。好啦，唱一隻自己作俾人嘅歌啦，好嘛？好。怎去处理？下意识找些方法逃避。无论你多不高兴，故意挑剔生气，沉着气为了人生的转机。在你不肯参与晚会里。我故作最快乐模样，为你解释只因太忙掩饰真相，我再笑相当勉强，宁愿你总欺骗人面具，宁愿你推倒说疲累，不想知道，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，在你不肯归家的夜宿之旅，我故作最快乐模样。你别对我不似去样，宁愿你总欺骗人面具，宁愿你推倒说疲累，宁愿不肯一句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。Hey.